上课图中一共有多少个三角形呢？哎，我们发现这个图里面啊，有小三角形，然后也有拼成的大三角形，怎么办？这么多三角形啊，我们首先把它进行分层，分上层、下层和这个整体。然后呢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图形中一共有几个三角形呢？这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单独的，对不对？一和二又拼了一个，二和三也拼了一个，一二三又拼了一个整体，所以这个图中一共有六个三角形。那么这个上层和这个图是不是一样啊？有六个三角形。而下层呢？下层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它只有一个、两个、整体三个啊。而这个整体呢，和这个图形也是一样的，一二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也有六个三角形。所以说这个图中一共有六加三加六，一共有15个三角形。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玩转数学。